前都已发昏，精彩又怎么？爱情的使用量，尽量简单。谁的台湾梦太平凡？别来烦，帮个忙，独自呢喃，天都快亮，又回想，无情不尽的夜晚，大不了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情不尽的夜晚。在时间上打转，其实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最爱一个我，那么向往，那么困难，是因为孤单，孤单不怎么样，爱人的使用量，尽量健康，学个台湾梦太平凡，别来时间上打转，其实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最爱渴望，那么向往，我困难最爱谢谢这首《对爱渴望》送给大家。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呢，因为我本身自己有在创作，然后今天带来一首自己的创作，叫做《去向》。那这首是在我去年五月写的。那这首歌就是送给我一段还蛮难忘的感情，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很接下来的日子都可以很释然的去面对离别这件事情，所以这首歌就关于在讲我的方向，还有就是让我们练习离别这件事。那这首《去向》就我自己写的歌送给大家，耶、yeah!看过无尽的黑暗，
想过无尽的黑暗，从没想过自己该怎么办。谢谢大家，我是古阿里。好的，掌声！再次谢谢我们今天第三组的古阿里。然后呢，我们每周三的创作居家是以现场，就是当天现场的七点，晚上七点开放报名。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报名到，或是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每周三呢，都会有这个节目，再欢迎大家。可以准备好过来报名，或是可以向你身边的朋友们宣传我们花村有这样子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今天报名的第四组，它叫做卡
掌声欢迎他。